哇，真的太快了啦！我是公关列车的那一班新年，6月23号，瑞芳的21:18。我拍的是252次，跟我们刚刚受风的铺油马机啊，已经是71次交明月，没有十分的还有8堵的才有个车。耶、yeah, ！我的252叫梅艳，少峰的，客户评论6.305，超标吗？你好。天佑，2019年天佑2020，才会铺油嘛？下周二呢？拜拜，我的252江北回见。哎呀，受风了。各位，屏东6.305的菜，我补一码子讲好哦。以及4244江烟线号苏澳的，然后510581区间的代币。以及4741。今天明天让8堵的电信要八，今天电信1035小志强啊，啊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就这样，拜拜。